一集很重要。畫工嚟講已經非常之靚，非常之漂亮。细个嘅时候唔识拣木，唔识拣女主角嘅，拣咗个 M K 妹大小姐。我今次一定要拣翻女主角英啊！我一定要拣翻女主角阿英先得啊！细个拣咗，因为谂住中二病拣个大小姐 M K 妹，谂住做白饭，谂住做呢个小白脸啊！发觉原来啊唔得嘅，小白脸系。是不 work 的。咁呢个男主角改当然是嗰个咁多集嗰个男主角啦，吓呢个呢个不容置疑，唔使多讲。应该咁样揿咧就应该 OK 噶啦。但是等我等一等先。你玩咩呀废柴？玩緊以前的游戏，古旧的游戏啊。我升到 D4 啦。好古旧啊。乜 ,Are you playing? 玩緊啲旧 game 啊，要按入去你哋先会明白。好开心啊，升到 D4 啦。D4, 仲有系咪仲有少少就已经达成你嘅最终目标。最终目标是 D3。D3。不如你唔好啦，你直情去 D1 啦。咁你今次 set 个目标。哇！讲个二，你老豆啊？会唔会二好？会唔会好啲？啊！哇！呢只 game 我相信唔系好多兄，唔系好多兄弟玩过呢只 game 真系。啊！呢啲真系呢啲古旧嘅古旧派先玩过，我谂呢个真系。啊，唔系我啊，扮咩老鬼啊，唔系扮你灿心老鬼啊，呢个吓，应该真系唔系好多兄弟啊接触过啊，呢个就。如果有人接触过，话我知啊。不过呢一集冇得拣女女，呢一集啊，未有得拣女女住。主角是大神一郎啊，是不是很 MK 的名字？我小时候觉得这个名字很 MK 的。这个是完全是后宫系的，因为一个男主角是巨掌之后赖住很多个女的美少女来做这个后宫。不过之后个队长先劲，我觉得好啊！帝都嘅和平交俾你啦，大神一郎。但系佢呢个主角系好正义嘅呢、這个主角。喂，真是呢个咪后宫剧《樱花大战》？系啊，你接触过啊，阿明？唔系，我见到条友谂翻起啫。呢、這个系完完全全系一啲即系呢啲老人家先明白呢一只 game。嗰个女主角嘅嗰种，我净系记得佢有好多后宫，佢好多后宫，其中每个后宫都有个人特色嘅。
啊，其中木呢、這个我冇记错，女主角叫木，好似又系叫木之本英咁样嘅。女主角系大和虎子莹，即系我细个嗰阵时咧，即系而家你而家望到呢、這、一个着、就是、和服呢、這、一个啊，吓。但我细个嘅时候咧，我太过中意饼嗰阵时，我谂住就系话个个最中意就系呢个英。佢把声都好正噶，而家都个个都系仲喺好怀缅呢个声优嗰个声噶。我拣咗个紫色大紫色啊，我拣咗大小姐，谂住做小白脸食拖蟹饭，点知原来系大小姐都系正嘅。但我大个先感觉到，原来英先系真命天子。啊 shit， 原来系真公自英，唔系木之本英。我唔系好记得，好似佢每佢每条女都可以同佢做个合体技噶嘛？系啊，好后宫系啊，啊有女女迎接我，帝国华击拳。不过以前嚟讲咧，呢、這个画工咧用人手画真系好鬼死劲。嗰啲主角仲要识斩眼先劲啊！以前 CS2 年代，但系男主角唔识讲嘢喎，唔知点解。系得女女先识讲嘢嘅啫。男主角是不懂得讲嘢的。不过这个 game 最这个 game 呢 PS2 版呢还有它有个最搞最搞呢就是它有个时间性聊天系统啊。这个真的搞到飞起。它你咪平时呢揀嗰啲选项咪可以慢慢揀嘅，我咪问你哋话譬如说 A,B,C 咁样嘅。呢、這个 game 佢有条巴咧计算住啊，要 timing 之内嘅。如果你拣得差咧，女女会好伤心，即系焗你极速地拣啊。佢话我已经即刻拣错咗，我第一个已经拣错咗啦。人哋女女约我去睇樱花，我就同佢讲话有任务在身，冇时间去睇剧。啊，女女即刻唔系话好似跟翻个剧情行就得啦咩？但是他都会有好感度的，如果跟你好感度差呢出不到合体技的，还有女女的结局都会不同了的。譬如你主力是公真公自英呢，你没理由成日搭啲嗨他的剧的对话的嘛，去暗穿他那些的嘛，是不是？但呢个同埋有样嘢就系佢哋嗰个基地咧，你突然间望下，佢哋基地系一个剧场嚟嘅，所以啲女女全部都系唱歌好劲嗰啲嚟嘅，歌剧团嗰啲咧，所以好劲，其实个背景好正，好 J。艺伎艺伎啦，讲咁多做。唔系，佢唔系艺伎，佢系真系做话剧噶，佢哋系西方平日式嗰啲话剧嗰啲嚟噶。你睇下佢哋一间最明明就 I G， 系唔好呃我啦。呢个系呢个就系咁多集啊，五集嚟四集嚟讲咧嘅基地啊。大帝国剧场即是东京剧场，你估不到啲机械人是收在呢个基地入边。啊，个因为咧呢个大厅点解话冇人咧嘅原因咧，就系话呢个大厅平时系观众入场睇剧嗰个lobby 嚟嘅，所以冇警卫系好正常，同埋晚上先有人，因为佢哋晚上先会表演噶嘛。啦，好似女真公啊英都系咁样讲，佢都话到夜晚嘅时候，啲客人入场先会系开放呢个 lobby 俾人用。啊，吓，听日，咁咧另外。另外而家出现呢个小萝莉咧，就系萝莉控嘅大敌人啊！因为咧，萝莉控咧就系、是、通常以前嘅萝莉控就系俾呢一个激到咗噶啦，佢揽住只熊仔之后成日叫你按呢阵啊，所有萝莉控都系咁样训练出嚟嘅，有个小朋友喺度你睇下啦。
佢把声仲要系萝莉系嘛？大人をからか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。佢叫爱丽丝。こちらは帝国。好多叔叔都系因为咁而变成咗萝莉控啊！就系因为呢、這个，有好多叔叔喺拣最尾，佢有得拣咧，最尾嘅结婚对象咧，好多萝莉控嗰啲咧都拣咗呢个小呢、這个呢只呢只小萝莉嚟做呢个最终伴侣嘅。用啲好萌嗰啲声音啊，揽住只熊仔咧，姜波路啊，呢只熊叫做，甚至库马蒙嗰啲喎，系爱丽丝嘅朋友，但系好劲啊呢只萝莉其实，愿意和我做朋友吗？啊，一定要用小朋友嘅模式去入手，先可以沟到呢个妹妹仔。看出你第一个的目标肯定是爱丽丝啊！嗱，佢如果出现咧，噔噔噔噔嗰下咧，佢出噔噔噔噔咧，即系代表即系最佳选择 ，the best answer， 好感度上升咗。你睇下，即刻几开心，即刻揽住大哥哥嘅话，嗱，可唔可以都同姜波路做朋友啊？咁样好啊，啊，知一齐玩啦，好啊！哇，好恐怖啊！个绿巨人咩啊？咩绿巨人啊？个豆鸡眼好恐怖。佢系以前嗰啲画工系咁样玩鬼斧啦、真丝呢啲 game 真系闷到黐线，玩到无人恋童啊，恋童变态真丝。我系拣我今次嘅目标系真公子英嘅，讲真，我系拣女主角大和虎子莹。嗱嗱，即刻合作啊！佢问我系咪都有灵力揸呢个钢弩啊？钢弩即系嗰个战斗机械人啊！系啊，系唔中意打仗嘅小萝莉。好可爱啊！佢要人读书先瞓觉啊，好搞笑啊！所以大和虎子的鹰咧，成日都照顾佢嘅，同埋有个一间出现的外国女人嘅会。不过初中系会闷啲，因为佢要介绍晒八个女人俾你识咧，啊唔系介绍晒六个女人俾你识咧，所以就会耐少少嘅。好，誰か冇得一次个攻落晒嘅，哎呢、這个啦，我呢、這个就系出嚟啊，出嚟啊，出现了喺餐厅嗰度。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拣咗呢个嚟做女主角，好有钱嘅呢、這个大小姐。你睇下佢咁样，我初初就系俾佢咁样露搏咧迷倒咗，好大胆嘅服装。我大个先发觉呢个只系港女一名啊！他に誰がいるの？バカ面してないでこっちにいらっしゃい。几串啊，过嚟啦咁样。そこしたフォークを拾って、新しいものと取り替えてないかしら。佢帮我执翻只叉，再帮我伸叉过嚟，我丢咗只叉。你啊，即刻做狗公啊，可以啊，冇问题。ここのトップスター、この神崎すみれを差し置いて。佢系头号喺戏剧社里边嘅最头号大粒嘢咯。いつの間にかマリアさんが過激団のリーダーってるけど、あなたこのことどう思う？ま、但系佢系一个傲娇嗰啲嚟。見る目がないんだから。これは失礼いたしましたわ。港女格，知道系长官啊，即刻就喺度献媚啊。米田さんには内緒よ。いいわね。照れなくていいのよ。ちょっとした仕返しじゃな、お返しよ。ああ、米田さんは支配人室よ。でもいいこと。
くれぐれも今のことはたもっかり小賀将尉いいからお行きなさい。大家成日发嬲，冇神神，又好似港女咁样燥底咁样，成日闹人嘅，好计较。啊，呢、這个又系啊，呢、這个成日照呢、這个外国人成日照顾小萝莉啊，呢、這个就系。唔好睇佢咁懒红，其实佢成日照顾小萝莉。あなたが帝劇に配属され、大神将尉ですか。はじめまして、私はマリアです。はい。お部屋でお待ちです。それ。なるほど。いえ、なめせん。ご自分でお立ち。阿明都有玩过呢只系嘛？未玩过。冇玩过啊！我有睇过套剧啫嘛。哇！仲有呢一个系《樱花大战》里面其中一个重点，就系可以注可以注视嗰啲女主角嘅面孔啊！我哋可以系啊，有你睇下，佢系第一代 fat 老魔嘅表情，你望下。你只要放在这个位置他就会作出相应的反应的。是痴汉那些。如果你望问他的嘴是倾偈，之后望他的眼可以。就可以望望他，不知道望他的手都会flap,你看。老魔头像这样按一按先。是。但要要揿啱位置佢先会，叫做我支配你。你要揿啱位置先得噶，如果你唔揿啱位置咧，佢唔会俾你走噶。不过你成日望佢，你成日望咧，佢会知道咧，会扣好感度啊。之后唔系次次可以揿，所以呢个 game 好新史向啊。其实一早已经系新史向。花五十拍手聞いてるよ。まあそう家庭挨拶。哇，呢个真男，呢个长官系真男人嚟。我觉得你应该整个 PG 家长指引入台之前，系嘛？你唔好俾我睇死你，你肯定会睇住萝莉唔知边个位嘅。呢个一定挂住呢个羊皮面具，呢个完全系。挂住呢个机械人战斗嘅面具，就系新史嘅游戏。佢喺剧社度啊，着军服就太唔睇成何体统，快啲换咗呢套西装嚟。啊，你要乔装，我哋而家去。我哋见你。好啦，我哋有目的啦。我呢只表咧有含义啊！呢只表，呢只表咧就系话俾你听，佢有啲时间几时出击嗰啲咧，就系睇住呢只表啊！即刻撞咗女主角，佢偷听原来你两个喺度。你喺度夹嘢喺度，然后咧。而我哋唔可以惹嬲女主角嘅，话俾我听服。如果你嘈到嗰条巴爆晒咧，佢先可以好感度高嘅。睇下即刻面红啊，女主角即刻。啊，而家真重，我要萨库拉带我，哇，唔使小萝莉。系咪嬲啊？即刻出嗰个样，其实。带我去服务台啦，好嘛？好，而家
间就是我间房間。我唔知点解呢度会有 QTE 嘅，喂，搞错！哇，老 Jeff 就打开门嘅，可以拣嗰、那个讲嗰个设定，可以拣呢个着裤嗰个设定。如果你可以唔着裤打开门咧，就系、是、绅士嘅模式。即系呢啲完全系绅士向，你可以唔着裤打开门嘅，原来系可以。一定要准时，如果唔系俾我妹啊闹你一阵。咩嘢？点解有啲咁嘅？系啊，呢只 game 系以前系好多恶搞元素喺度嘅，但系又有后宫啦，然后又有战斗机械人，又有机战。但又有绅士向，有萝莉，有大和夫子，有眼镜娘，不过未出晒依家，出依家要出剩三个先嘅，暂时。佢话叫我负责剪飞喎、哦。佢话叫我嗱呢度好呢、這个咧呢、這个剧场系好男卑女尊嘅，男人就负责净系服务台度剪飞嘅啫，女人就喺入边度做女主角嘅、啊。今日做茶花女嘅，原来系做头先嗰个大小姐做茶花女主角。我嘅秘密任务就系剪飞嘅话，唔系啩？解财小用，哇！呢、這个女女都几正啊！收票员大哥哥，快啲剪我张飞啊！剪埋你都得啊！佢新手嚟噶，剪得咁慢啊！其实我只系一个售票员，唔能够随便咁讲我哋嘅秘密出嚟。我哋个组叫花组啊！啊，点啊？剪票剪成点啊？啊，第一次做剪票员咪唔系太 OK。哇！佢教我点样剪飞喎，黐线，剪飞都要教嘅咩？人哋借啲接近你都唔得嘅。哇！佢捉住我只手嚟教我剪飞喎，佢话。咪咯，人哋借啲接近你唔得嘅。咁啊系，佢成日话你一沓一沓咁剪，唔好一张一张咁剪嘅话。好，嚟个捉好接集。喂，有 QTE 啊，黐线，剪。哇，好鬼速啊！剪飞呢个 QTE 啊！啊你啊，又有好多 QTE 要剪啊！而家，哇黐线，拍拍机啊！嚟啦，哇，拍到超强气啊！而家好似机战咁样。拍到超强气啊！剪飞剪到又嚟啦，又嚟啦！佢问我中唔中意个港女喎？啊，都 OK 嘅啊！你见到有条颜色疤嘅，越即系你嗰、那个譬如鹰嘅颜色系红色咁咧，你越多即系你代表你个结局会趋向边一边咯，即系你唔能够太过，唔能够。一齐团 P 啊！即系你唔能够全部攻略，全部攻略会 bad end 嘅，你一定要拣啱一个。啊！俾人闹啊！第日我妹好嬲啊！而家。死啦！呢个鹅妹好认真嘅，佢对于呢个剧场成日都もしもし。哎，呢个 M K 妹系教呢个买道具嘅，呢个成日都出现。哇，呢个冇得攻略。私、高村椿って言います。
佢系小食部嘅看板娘啊。ダイナイトなんかも揃ってますから、いつでも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ね。有佢即系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看板娘卖嘅嘢咧，就好似而家先到佢哋咧去 AKB48 咧嗰度买生蛇咁样啊。佢咧呢间铺头都会卖。唔好讲到你好似冇份咁啦。我好似得一张啊，哈哈。之后咧，佢意思就系话呢类型嘅 game 正，系似玩。Sense Gate 哦，时空之门嗰、那个系嘛 ？Hi， 唔系 HKM 嚟嗰啲啫，吓、啊、佢就可以好似咦，终于有朋友睇得出啦，吓佢话呢只咧就系、是、卖生蛇嘅，就可以卖真弓智英生蛇啦，卖小我一定卖小萝莉生蛇，讲真的，你问我，我一定卖小萝莉生蛇，识买一定系买小萝莉，嗱、啊，出嚟啦，生蛇呢啲仲唔系古嗱？啊呢、这个系呢只 game 咧，冇记错系嗰阵时系1995年出嘅呢只 game 最旧嗰只版本咧，1995年嘅 AKB48 就系咁嘅特咁嘅概念出嚟嘅，又有咩写真啊，又有卖嗰啲线啊，又有卖嗰啲读本啊嗰啲咁样，即刻买张生写先，唔好讲咁多。啊，你睇下今次嗱。你睇呢啲仲唔系生蛇，梗系买鹰啦，鹰嘅生蛇啦，我梗系要。鹰小姐系新人，所以剧照都好好，即系代表新加入嘅成员啦。仲未做到 ace 啊，佢哋依家。我决定买鹰嘅生蛇。一次买得一张嘅咋。好珍贵噶，我系收票员嘅大神一郎啊，多多指教。你见咧，黄色系好感度 OK， 蓝色系差，红色系好似系咁嘅意思，我记得好似系。就话马罗你嘅你，我最尾我今日今次嘅哇，我今次嘅攻略系攻略阿英啊嘛，所以。我哋唔好再同呢个 AKB， 我再使钱落去就会破产噶啦，就会变成第一个因为买生蛇而破产嘅少尉。怕什么？怕做你做嘅嘢啦。首先，你对于我手 Kimoji 有咩感觉？我未听啊，我等阿伯母瞓咗先啊，我惊一间太大声吓亲伯母啊。但我听过你首《红日》，我感受到嗰种爱啊！当时我听到嗰种，不过我觉得你 Kimoji 听咁多个讲咧，应该 OK 咗，应该都。但系而 Kimoji 算唔算儿歌咧？我谂紧一样嘢噃。好，揾咗阿英嚟倾偈啦，依家。诶，差唔多要，差唔多时间直播依家。哦哦，原来鹰嚟同我玩，我估错咗。哦，女女喊，又降低咗，好感动。死火，女女又喊。不过以前嗰啲游戏咧，就哇，你睇下。然后哇，啪啪啪啪啪，望住先，眼睛被吸住了，再望多几次咧，就会俾佢知道咧，就会闹我啦。哦，我嚟交封信俾你嘅，系有个叫《热情的剧迷》将交封信交俾你啊！哇，呢、这个真系握手券啊！呢、这个即系握手券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交锋握手券俾佢先，即刻冧到飞起呢、这个大小姐，我记得系咁样攻略佢嘅，系咪几鬼高傲啊？你睇嚟开 show 咯，
我叫我阿英同埋佢之间拣一个，梗系英啦，唔使讲咁多。几开心嚟噶，所以你应该揀翻儿歌。我建议你唱呢个 Sony 嘅《烦住伟逼缠住伟逼》，或者唱《银河唯一基奥特》啊。我建议风仔你可以唱《银河唯一基奥特》，或者呢个《烦住伟逼缠住伟逼》啊，会唔会比较好点而？关于爱丽丝嘅房间有个心心嘅，我想问。不安，点解罗莉间房有个心心？系咪啲咩鬼畜嘅事情 ？Hi， 喂，个汉版娘又出嚟咯，佢又攞啲山蛇俾我，正，我要小罗莉出浴照。好，哎呀，够钟啦，够钟啦。哇，有换衫房喎，换衣间喎，有啊，睇下先。呢个我对呢个冇兴趣，次次都唔会为。我次次对呢个都系斩佢快啲走，我都系敷衍佢。数码暴龙是属于 Sony 的 ,OK? 那啊，如果是这样就唱这个。唱些什么咕噜咕噜魔法阵那些咯。这个我不记得是哪个呢，哦，这个是舞台整备员，这个好像是帮我出击那个来的。即是做那个出击司令部的那个女女，都是换衫房先。啊，这个 MK 妹啊，好高傲。我，哦，呢，這个就是后台，我，哦，呢，這个就是休息区，原来是。啊，又是小萝莉啊，是不是你陪过，是不是陪我玩啊？啊，等我同你只熊仔玩先。佢以前在法国度住，被人挖过嚟日本之后咧，就喺呢个帝东京剧场嗰度就做嘢啦，咁样。又可以望下小萝莉啊。不过小萝莉冇得肥肥肥咁望嘅，因为遮住咗成个啲嘢。不过之后好似有个泳，有一个长剧剧，其中一个场面咧系有呢个浴一个泳衣照咧，就可以望到小萝莉嘅，记得。眼瞓，饮完酒好眼瞓，饮完酒个人都亢奋啲，呢个好正常。呢一个汉板娘次次都出现嘅，喂，咁劲嘅，老是常出现喎个汉板娘。诶，又可以搵，又可以。玩萝莉啊！我而家又可以玩小萝莉。我哋不如一齐瞓午觉啊，小萝莉！我要同小萝莉一齐喺太阳下瞓觉啊！佢话要同我湿枕喎，瞓喺大哥哥嘅。哇！即刻有人想 call FBI 啊！佢话唔放开个小萝莉。佢知道咗我同个小萝莉一齐午睡，佢知道咗我系萝莉控，而家好嬲你啊！
呢只系 PS2 版。啊，你一个人去饮酒系一定系会咁嘅，一定好亢奋你成个人。到时你会有两手，一手表演，一手比赛，表演嗰手已经作好。加油，风，加油啊，风仔！我啱再俾个报告你，一百字。好，以后翻司令嗰度先，炮军司令部而家要。非常的ジムをしてます。はじめまして、劇場のジム。呢几个都系军队嘅人嚟嘅，会帮手嘅呢个。系，米田支配人。我成日发觉大神成日都面红，同埋露出啲好鬼畜嘅样子。もし、ああ来た。さ、だがね、花小路さん、天井に女を借りたて。我谂饮咗酒最好啊，早啲休息应该就。軍人としちゃ屈辱だ。如果唔系听日咧，嗰、那个宿醉就濑嘢。後部やつれるのはだから私はえてあの子たち。呢个队长系好保护嗰啲女女。自由にあの若いのが。おっと、そろそろ門。佢系推啊，即系讲解翻我嘅工作咁样。佢话我唔系嚟做队长嘅咩？呢度只系一个话剧社，你要大材小用喎、啊、咁样。啊，你望下头上面帝国滑稽团，转咗做帝国歌剧团啦已经。啊，即系佢哋平时系做歌剧嘅。然后暗地里社会帝国滑稽团，因为攞嚟赚钱啊，同时亦都要冇支付盈亏嘅，佢哋系呢个组织要，佢要出动机械人都要支付盈亏，佢哋要。啊，英我好伤心啊，要同阿英诉苦。哇，佢话送我翻房喎、啊。拜托你啦，英，快啲送我翻去啦，我好伤心啊！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，快点落去强奸我吧！好，好多谢你啊，送到呢度得噶啦。咁饮入嚟饮杯咖啡啊，问下佢，饮入嚟饮杯咖啡啊。唔、好意思啊，就快要开 show 啦，下次再讲啦。哇，食柠檬添，弊。不过都加咗囡囡，好感动。佢话大神先生，佢话请你提起精神啊，没精打采嘅你啊，好伤感啊。你睇下，哇，有抱抱真系代表超高好感度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初初见到你啊。朝气勃勃啊！而家咁样太失落啦，咁样就系估唔到第一收罗场，收罗场，估唔到第一章就已经可以将女女差唔多上吓、啊、把妹上把妹把到手啊，差唔多。不过我谂你其实我谂大家最期待都系嗰个光武出击嗰个热血场面，我谂你哋应该唔会净系想睇啲咁鬼畜嘅画面。第一章完结，我哋睇下我同啲队员嘅好感度先好嘛？睇下几劲，有四个女女，三个女女都系干劲还好啦，即系太好啊！干劲好劲，即系对我有好感啊！所以我想教细声少少嗰个背景咁样，教翻大声嗰啲人声。
嗨，嗱干劲，但系呢只樱花大战最出名就系啲 BGM 同埋啲音乐。话说我中四时有位二十多岁嘅 Miss 上门补习，佢多数啊唔着袜入你屋企，佢一路补习你就一路舐佢只脚。啊、有次你特登啊将本书放喺台底啊，佢真系踩咗上去，之后佢走咗，你即刻去闻嗰本书，嗨，好大阵脚臭味，你再乌低身索下个地板，又系臭到嗨，系，呢段就系老魔的文章啊，呢个系，嗱佢话哇死啦，佢话瞓唔着噶，哇八点七点就瞓觉，佢哋黐线嘅。梗系啦，有咁多有六个女女喺你身边，点会瞓得着啊？吓、啊，鹰嚟揾我，揾我咩事啊？啊，演出好成功啊，大坚啊，大咩事啊？啊，我啊想拜托大神先生陪我嚟做夜间巡逻啊，一个女仔行好惊惊子啊，想揾啊男一个人啊，哇，俾个藉口嚟一起去。约会啊！啊，呢个鹰都好主动喎、啊、以前佢系大和虎，只应该有啲矜持喎、啊，应该。不过唔紧要，啊，一齐行下个夜巡。有冇谂过发现其实系八舞啊？踩完个地下八步，再踩多脚咁样。好，我哋继续巡逻啊！依家继续乘机拍拖喺度约会。我觉得呢个时候一定要走出露台望下出面啲窗景。呢、這个先系啊夜晚嘅奥义。系弊啦，鹰唔见咗，我估到佢出去露台噶啦。呢啲仲唔系约会嘅必到地方，以前嘅啊出露台呢啲望夜景呢啲啊，真是叔叔果然系呢个年代嘅人啊，已经知道晒嗰啲去处。喂、啊，呢个其实系模仿紧以前嘅银座啊，即系日本嘅银座区。我日日洗脚啊，唔会有大脚味噶，正常就好。我哋继续巡逻。相比我第一次玩呢只 game 嗰时喺呢个 DC 度玩咧，已经系捞得快好多啊！依家哦，佢唔见咗只熊仔啊，萝莉，依家要帮佢搵只萝莉啊，唔系搵只熊仔啊，如果唔系佢瞓唔着啊。死咯！要帮佢搵罗搵只搵只熊仔依家。绅士表示我扮咪得咯。啊，揽快啲揽住我啦！哇！可唔可以喺鹰面前买鹰个生蛇？会唔会即刻加好感度？好，继续找翻只熊仔先，好重要。小萝莉嘅嘢唔可以令到小萝莉失望嘅。我谂小萝莉唔会摆咗喺嗰个。
我谂小萝莉，小萝莉唔会摆啲嘢喺厨房嘅。佢话听闻有茶花女嘅海报啊，即系嗰个港女嘅海报，望望先，睇一睇张海报先，即系又有张生写海报依家，哇，好靓哦！哦，原来嗰个鹅妹系做反串角色噶，做男士喎，你睇下佢。哦，够钟啦，够钟啦，要瞓觉啦，都找不到小萝莉嗰只熊仔喎，我哋都。好，呢、這个时候梗系要送囡囡翻房啦，好重要呢一点，大家唔可以忘记。好似耐咗先可以入佢间房間，我记得。喂，但系未帮小萝莉揾熊仔啊，做乜嘢啊？小萝莉只熊仔啊，哦，失咗诚信啊，小萝莉一定好伤心啊。好噶，今日剧团嘅休息日，黎休。走啊走啊，唔同佢倾偈啊，唔同玛利亚倾偈啊，走啊！我对玛利亚冇趣味性。好，佢话叫我去睇下，睇下囡囡们排练先，依家去睇下佢哋彩排呢个歌剧啊！哎，搵翻只熊仔咯！好，我哋睇下囡囡排练先。呢、這个应该有动，呢、這个应该有动画噶，我估佢有翻佢嗰啲 CG 同埋声优唱歌嗰啲嘅。应啊，系啦，有动画嘅，系咯。咦，早早都有玩《妖精大战》啊！以前。さくらさん、人の着物の裾を踏みつけるなんてすみませんこと。すみません。マフ、これだから田舎臭い人は嫌ですわ。そうやって、金で。さ、もう一度始めから行くわよ。ぜっ！あら、ごめんあさませ。又踩落佢个裙摆嗰度。さくらさん。令佢扑喺度一下。こうよ。就阻止佢，啊！一嘢喺架喺佢哋中间面前冚落我度，应该系一嘢系啦。我估到，通常啲后宫剧都系咁样，个两个女主角冚咗落个男主角嗰度。即刻几开心，即刻交好感度又喺度。
冇得拣咩啊？即系你意思系冇得拣嘅意思系冇得拣俾边个冚或者冚边个系嘛？我踢谁咯？嗯，银包系拥有钱啊！呢个实就系你想食嗰个嚟噶嘛？系啊。佢话花组嘅队长啊，单纯嘅军人啊，系唔能够胜任嘅，所以可能要做翻其他身兼其他职务，为咗胜利不惜牺牲人命啊！所以呢个花组嘅队长一定要好热爱呢个剧场同热爱花组，甚至热爱我啊！哇，我估佢应该系咁样讲。诶、哎，出击啊！大家最想最留意嘅嚟啦，最想睇嘅热血场面，机械人光武要出动啦！帝国华击组、华击团、花组出击，又可以见到光，嗰只光武系弹射出去，好似初号机咁样嘅，好型嘅呢件超热血。同埋我唔知点解咁样，哇！你睇魔法少女式换衫啊，你睇咁样喷一喷就换衫几劲嘅啦。你有冇谂到点解佢可以喷啲蒸汽出嚟就换咗套衫，同埋除咗佢套衫，好劲！帝国华击团花组全体集合，你睇咁样瞬间换衫啊！呢啲超快速魔法少女式换衫模式。好，依家歌剧团暂停。啊，帝国华击团要回翻本来嘅任务。啊，一直呃咗你，唔好意思。其实我只系想测试你啱唔啱做队长嘅资质啫。佢哋就系你嘅部下，帝国华击团嘅花组队员。系睇下即刻几冧啊！呢、這个好感度最好咧，先系特别劲嘅嗰个好感度。我仲未有承认你系我哋嘅队长啊！除咗阿英之外，其他都未承认我系队长啊！我哋嘅敌人就系啲叫魔操兵啊，魔操机兵。好，我哋终于见到嗰只樱花大战里面嘅最具特色嘅武器，就系光武。虽然佢肥嘟嘟好可爱，但系其实好型嗰啲动作，有双剑模式啦、日本模式啦，同埋掉花花模式。仲有架火车系运送嗰啲光武出去，就叫光炉号。小萝莉嗰部机械人未整好啊，要留翻喺度睇屋，喺度睇屋企喎。帝国华击团花组出击。又有动画睇啊！100米赛跑跑得快过阿英啊！喂，哇！呢个系最经典嘅场面，超热血！
恩师叔叔表示感动。危機感転換各部への到達開始。リンゴと呼吸球結合確認。発射台への移動します。哎呀，真系咁快换到衫，你讲得好啱。哇，咁样射出去喎，黐线，会唔会太夸张？吓都吓死啊！真系离心力大到吓都吓死，心都跳埋出嚟啊！唔系讲嘅。又过咗一个章节，因为我同阿英咧个好感度好高啊，所以咧你见到啊，嗰个攻击力同埋防御力都有提升嘅，攻击力加六，防御力加六，攻击力加三。不过呢只 game 一定要 save 我先，如果唔系第时一好容易 game over。好，啊，真正成只 game 嘅重心核心地方要出现。就是呢个机械人，其实头先嗰啲咩生死场面啊，嗰啲沟女咧，嗰啲只系旁枝嚟嘅啫。那个核心系同呢啲机械人打。其实我系玩呢只 game 系为咗呢啲机械人，认真你哋要信我，你哋要信我。其实我为呢只打呢只 game， 我为咗呢个战斗画面，唔系为咗沟女女嘅，你哋要记住，你哋一定要信我。呢个 game 嘅核心一定系呢个战斗画面。同埋呢个敌人啊，呢、這个敌人都着得好暴露噶，成日都。啊，混乱恐怖同颠覆政权好有趣啊！咁样咩啊？礼物嚟咩？礼物？有咩礼物？黄色。咦，唔系轻机啊嘛？做咩啊？点解停咗喺度唔喐嘅？哇，喺度捞紧啊！哇！屍の山を築く。我仲以为咩添？喂，そこまでよ。啊，そこまでだ。出嚟啦，最强古型嘅光会飞出嚟啦。哇，其实啲维修费用都好高嘅，单车。啾啾啾。双剑，哇。男主角嗰个双剑好鬼型，我就系觉得英嗰把日本刀，再加埋港女嘅剃刀，同埋俄妹嘅枪击，啊，好似机战，你哋唔讲好似机战嘅咩？お前たちの実力。好嚟啦，我哋上。唔使教啦，我已经识点样揸嘅，所以唔使教我。
夫咧最最灰咧就系嗰、那个呢、這个英大战咧、那个负责人咧，港井王子啊，曾经讲过啊，只要佢再生一日啊，都唔会有樱花大战加入机战嘅一刻啊，所以呢个基本上冇可能出现噶啦，一嘢斩落去。嚟啦！疾风如立，灭吉！哎呀，出咗必杀技添，好似。你苦难啊！哎呀，出错咗，出咗必杀技添 ，fail。我即刻要喷啲蒸汽出嚟。防御我一定要打败你，加油啊英，快点去救，快点去救队长。第二啊，你要佢会顶住自己有噶。头先一下出咗必杀技添 ，fail。哇！即刻攞嚟挡招啊！佢哋。哇！俾人斬啊！英啊，狗血啊！不過，部機好核突咩？好型喎、啊，唔係咩？好核突咩？你嗰部機連揸鼓都打唔贏，哇！俾人斬到崩潰喎、啊，部機好彩擋咗啫。打仗仲喺度谈情说爱，呢个远距离攻击，剃刀型可以打两格嘅，我记得好似系。是斩两格的，我记得普通扎古都用了核能，他在用蒸汽的嘛，他用蒸汽的嘛，他用紧好到双剑，一夜斩下去秒啊，哎呀！即刻冧到个女女，佢话大神先生，请给我一点勇气。再配合远距离攻击，
哇，咁都斩到我！佢呢个蒸汽好劲噶，都冇记错。顶住嗰啲俾自己有。九宫太神，今天中意机智定机智？好。掹把雙劍出嚟先，合體技，哇！呢個真係男人嘅浪漫，我記得我可以轉隊長技喎，熱情如火。了解。得翻咁少，仲唔用熱情如火等幾時啊？硬食啊！哇，好劲啊！呢下斩到好似，诶，得个，佢仲喺度打啲建筑物，好似傻仔咁样。交俾你打佢啊！中毒毛，保美刀，太劲，破防。大神的期待你。好，交俾阿 MK 妹打埋佢先，交俾阿港女。上夜公园对我哋两个人嚟讲系好有意义，因为第一次见面啊，大神先生。啊，有一谈。在战场中谈情说爱也是正常。这个就是我们美好的回忆了，我们绝对不能够输的。哇，港女被人斩。好。不过以 PS2 嗰阵时嚟讲，呢个咁嘅模式都系几创新。嗰阵时机战都未用呢种 3D 创打嘅模式，都仲用紧格仔。私自ら相手をして。喂，出嚟喎，出 boss 喎，打 boss 战啊！弹弹枪会出，砰砰砰。
哇，佢都识叫好似光武咁样睇啫，神威喎呢架嘢叫。要要。好，大家上。隔嘢好似喺后边，我想讲。顶住咗喎，师兄！杀咗啲杂卒先。好，嚟个不动如山先。俾佢入机电，不如加翻电筒仲好。但系电筒都 OK 嘅，我觉得。哇！咁样后边偷袭我。哇，扣好多，黐线！哇，头先扣好少喎，点解扣咁多啊？依家哇，佢阴咗添。会爆机啊！哇，就快死中毒，ホガミさん。你先，唔好话咁多。出击！灭却！开图！浪漫！さすがは。
破防加防，呢只好似劲啲咁样啫，呢只行呢只好似劲啲啊，大将军咁。好彩有防御啫。出咗，帮佢射走咗佢。好晒落去度先，希望冇计算错误啦。好，应该可以秒到佢。好，转做火。交俾你啦，鹰。哎呀，争少少，你顶到个关呢？佢都识出必杀技噶嘛，嗰条友仔。挡咗球咁多。哦。冇啊！收剑啊！啊，咁都未得，啊，抽我水啦你。
就打赢咗个大佬。過激弾よ、いずれ決着をつけよう。敵の揚力反応、完全に消滅。花祖流谢幕，我记得好似系咪要鞠躬啊嘛？好似系走出去鞠躬。ポーズ一つ決めるなんてまだまだですわね。戦場では一瞬の。我记得好似系要鞠躬咁样嘅。果然是神威车时空真实哦，哇，车几好雅兴嘅啦，佢哋个小奴隶识魔法嘅，睇佢将啲樱花咧浮下浮下咁样。喂喂，大神さん、やつらの思うつぼってやつだ。あと我々はごく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大神さんが助かります。これからもゆ。ヤツらとの戦いは始まったばかりな。マスミー、お兄ちゃんのこと気に入ったわ。アイリスの恋人にしてあげるから、浮気しちゃダメよ。近くで見るといい男じゃない。痴女呀、啊！佢饮酒就会黐咗线嘅。モグリに戦いに行く大忙しの大神さん。そんな大神さんの前に。非常劲，可以夹埋啲动画一齐出啊嘛！次回《桜大戦》，敵の名のスカイ，大正桜にロマンの嵐。いいな，楽しそうで。话佢崇尚太正时代啊嘛，即系啱啱有机械化，同日本一齐冲击嗰阵时，都过瘾。佢将动画啱啱融合到落去。同埋又有啲悠閒後宮，同埋又有熱血機戰，但係奈何嗰個製作人啊，港井王子講到明話，即係唔會再為櫻花大戰再出 game， 佢就唔會再出類似機戰類嘅 game 嘅，即係暫時啊，第一集去到呢度。